刚才从陈会长的致辞当中，就可以回顾过去红十字会在台湾的努力跟贡献，没有让亨利·杜南这一位了不起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创办人落亏哈。30年前，我也曾经穿上这一件背心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做南投县的县长，我就觉得红十字会这一件背心，它代表的是热血，代表的是冒险泛滥去帮助人，即便就是劳累，甚至于有很大的危险，也从来没有松懈过，没有懊恼过，也不会觉得说悔不当初。我觉得就是这种无怨无悔的付出，使红十字会这个红十字的标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信心、希望、救援跟温暖的一个标志。所以我们要说一句话，红十字会是不会气馁的，陈会长，我们给陈会长跟自己一个掌声，我们不会气馁的。刚才从相关的这个陈会长的报告当中可以看得到，921开始到汶川，到我们看到印尼雅琪省的海啸，然后看到这一次在88水灾以后，我们红十字会不止在救灾、在安置、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付出很多的心血，也把许许多多人的爱心汇集起来，跟国内许多非政府组织大家分工合作，形成一个非常有机能、绵密的、有效率的重建的机构。我想只要尽心尽力帮助好多的灾民，带去温暖、带去重建的这种有力的支持，红十字会没有理由气馁。所以我必须要讲，有一句话说，盐哈，如果连盐都不咸了，还有什么会是咸的呢？如果连红十字会都气馁了，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单位不会气馁？大家继续努力，加油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谢谢。